死妈咪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吓跑什么呀？把你妈咪吓坏了都。好了好了，没事，不哭了。对不起，妈咪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没事没事，卷卷，我们不哭好不好？不哭。爸爸呢？马上就能看到爸爸啦。哦，爸爸。儿子。我好像没迟到吧？没有，我来早了。哈迪呢？怎么没来？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吃饭，就不来打扰我们了。嗯。还说要好好谢我，就这种地方谢我呀？这个地方还不好吗？辛总，一会儿上菜了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诚意了。娟娟，好吃的都点上。好。我有话跟你说，开车。去哪儿啊？我让你开你就开，快点。怎么样？现在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吧？一点点。你吃那么少，还一点点啊？这是什么？自己看。这是你送给敏慧的礼物吗？我的诚意。哇！口红啊！你怎么知道我的色号的？你妈咪全吃完了，明明是你全部吃光了。来，快吃。来，儿子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哪个好吃？鸡汤。鸡汤。等一下，妈咪接个电话。喂。什么？基础文件，我之前不是发给过你吗？行吧，行吧。我待会儿找一份发你邮箱，嗯，知道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全全呢？哎，刚刚还在，去洗手间了吧？没有，我刚从洗手间出来。哎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进去？没有。这么高？就刚刚站我旁边那个。没有没有。这样，你去那边找，我去这边找，找到了联系。别着急啊！啊，没事没事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小朋友？灰色衣服，大概这么高。你干嘛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我这边都问过了，都没有人看到过，怎么办啊？报警吧。喂。谢谢姐姐，我妈咪马上就来了。圈圈。妈咪，你们好慢呀。圈圈。你吓死妈咪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妈咪，我就是想像爸爸一样送你个礼物，但我没钱。吓跑什么呀？
把你妈咪吓坏了都。好了好了，没事，不哭了。对不起，妈咪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没事没事，卷卷，我们不哭好不好？不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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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哭了。哎，好了，妈咪不敢说你好不好？不哭了。我现在啊，才感觉我的心脏回到了身体里面。我真是不敢想，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全全，我该怎么办？都是我的错，今天没有看好全全。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要不是你让他背下你的号码，今天晚上真的很麻烦。你把全全养得这么好，谢谢你。全全是我儿子，我照顾他是应该的。但是你要我明白，一个人要带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孩子有多难。也让我相信，当初我父母抛弃我，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。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能感觉到全全越来越依赖你。当然我有点吃醋，不过我也清楚的，一个孩子跟父母在一起时候的快乐是我一个人给不了的。你让全全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或许我们也可以放下过去的所有事情，以全全爸爸妈妈的身份一起去照顾全全。好吗？